家拢知影，各位的吼，箱子袂动哩，所以呢，阮即个尽量哦，来放一下电风扇给各位吹一下。虽然没有冷气啦，可是呢，电风扇也要有啦。哇哇，甲度假无共伊哦，好凉啊！哇，无共啊啦吼，安尼可以比较吼，先把它静下来欣赏一下。有风啦，没啦，那规抓拢像度假嘞吼，游客可能会比较受不了了。哇，这个湖内底的鱼啊，吼，真正丰富，因为哦看袂到。可是呢，我们还是稍微介绍一下啦。反正这个湖，它那边也有泳圈，那边也有泳圈，然后泳圈量都很大，然后会推挤，把这个湖泊变成一种啊会流动的湖泊，老叮当的哦。你现在看是不是流不动？可是它还是会缓慢流动，它不像溪流那么快速，所以你看不到。可是它会流动，所以它会流动呢，就好像一条溪一样。所以它里面有溪里面的鱼，啊 ，K 来对鱼啊，就是咱的 K 哥啊，溪哥，哇，还是咱的苦瓜，